干嘛呀？今天不是把你的干脆面弄到地上了，就是买来给你赔礼道歉。啊，没事儿。这面有我想对你说的话。啊？我先走了。这啥话呀？刚刚那女生谁啊？刚才来问我要微信。要微信？啊，难道说没有微信，懂吗？没给？没有。真没给？真没有。包这个我。No。怎么没有带我送你那个？这个是谁送你的吗？你好，我找一飞。你找汤姆吗？跟我男朋友。Hello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曲奇。对啊。哎，这个曲奇蛮好吃的，你多吃点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Hello。这个挺好吃的，你多吃点啊，真的很好吃。生气呢，脸上都长痘痘。吃你这个吧，里面有胶原蛋白，对皮肤好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干嘛？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。那。很油的，不要。会油的。真的。你看。哇，变成水了耶。挺好的。那这是给我的吗？好。你尝一下这个，很好吃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兔腿啊。尝尝。好吃吧？我减肥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吃一点点。这个也可以啊。吃饭吗？不，我喝了这个，这个是代餐。喝了这个就不吃饭了？对，这很顶饿的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我不吃。那我减肥好吧？不用减肥，走吧走吧，不用减肥。